大家好，很想你们，我很开心。大家准备好了？大家准备好好了吗？深情演唱过后的金宣虎呢，就和粉丝们自我介绍，更表示了自己紧张到手都在发抖。只是见面会才开始十分多钟，就出现了意外的小插曲。原来呢，是他的耳机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，让他两度下台，先到后台来做调整。不过粉丝的热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